讲师好。首先呢，咱们爱感恩上天慈悲，多施福慈，时尊时刻的为大家的大恩大德。啊，上了个人前人的五大一心，咱前人给人师父苦心的栽培，用心的教育，所以呢，咱靠这个因缘呢，来遮学习的。感恩班，那么我们在座这些弟弟，这个准备这方面嘛，装束的，所以我有那个用这个地方来参助一下的大家用它。我要学习的地方叫做一贯的种子精神。一贯的总基金，当然，咱首先爱着来了解讲，一贯的民间的是几月的吼？咱若讲较早呢，听着一贯的诶三字呢，有当时啊呢，难免呢对一贯的做排斥嘛，甚至有当时啊要来叫伊要来求个呢。足恐怖个啊！哦，所以呢，为人认为着讲，啊，伊惯着伊后班呢，伊着会排斥。所以呢，有当时啊，比较呢，较袂当接受。但是呢，即摆伊惯着合法化、公开化，所以呢，有真济人伊嘛有去了解讲，伊惯着是个。咧创啥物？哦，甚至有个人伫一贯道个道场当中个，咱人叫伊要去求道个，伊就去。哦，讲点伊已经求道个点不落底。哦，所以呢，由此咱会当去了解讲，一贯道呢比较会当去接受啊，但是呢比较会当去接受个话呢。伊嘛是咪讲啊，一贯着咧参一般诶宗教团体咧，嘛是拢无啥物无共款啦吼，拢嘛是咧劝人做好，但是咧无实际去了解讲哦，伊求道诶思想真正思想里底，伊袂去了解啊，所以咱有当时啊拢会去问。会着新人问讲，哎，真正讲有当时啊，咱来讲哦，一贯道是啥物？啊，啥物是一贯道？其实有当时啊，若向阳哦，着新海甲咱问咧，有当时啊，咱嘛毋知影要哪甲回答讲哦，一贯道是啥物？是啥物意思？哦，啊是一贯道是咧创啥物？所以其实呢，如果若讲以字面上来讲，当然，咱知影讲哦，一贯道呢是一个宗教团体，哦，啊一贯道呢是咧叫人求道尔。啊，其实呢，咱若有这个心要去解了啊，一贯道呢，其实一贯道这三字的面经呢是对对来的哦。啊，是一般的修道者，伊嘛拢会有一个问号啦吼。所以咱其实要一贯道咧，咱嘛爱去了解讲哦，到底一贯道是啥物意思？所以过年咧，咱这个老师看来讲，多食利啊，不明利焉修道？哦，所以咧，若一
那要想要修道呢，必须爱修名利。那名利的法呢，无别项，就是利益有基本的是有有义必无利益啊。哦，所以即卖人呢，就是讲拢惊问就对啦。哦，拢惊问讲啊，袂输你若问出来咧，人讲会感觉你。你做无头路的，还是你的很难讲不耻下问，啊，你也耻下问啦，哦。所以呢，你的对一贯的呢，就愈利益，啊，愈卖卖。所以你伫卖卖当中呢，你无要去干活的话呢，那呢，你利得呢，就愈来愈远啦。所以咱来看，来者。自普陀以来，自普陀以来呢，得道的人遐尔啊多，哦，但是呢，真正要会当明理修道的呢，确实呢，不讲太济啊。所以咱较早拢有一句成语讲：修道的自无门，啊，修道的呢自无教。哦，就是讲较早过去拢修得到的上无门遐多。但是真正飞来修云南的，可是上大变难少对啦。所以嘛，就是讲有当时啊，人求着道以后，拢是咱们讲讲点到为止而已。伊无有真心要去了解讲哦，到底一贯的伊的宗旨是啥？啊，一贯的伊真正的意义可是唔对。啊，一贯道会予我改变啥物？哦，咱拢无去很深入去探讨这个问题。啊，拢讲我，啊，个人叫我来求道，我来求道就好啊。啊，若有求道，爱就好啊。哦，啊，甚至人叫咱哦，啊，来听班就来听班，伊嘛袂去了悟，就讲哦，听班的真正意义是伫底。当然，咱一贯都是拢抱着爱去实践的功夫，爱去改变的功夫，哦。所以呢，在修道过程当中，咱会去发觉讲，哦，真正一贯的这三个，伊的由来是啥？哦，当然，咱嘛有去了解讲，一贯的伊三个真正的意思是啥物啦？哦。所以呢，咱实际来讲，一贯的当然就是道，就是一贯啦，哦，一贯就是道啦。所以，伫这个经书的时阵呢，咱时常会去发觉，就讲哦，为什么讲一贯就是道，还是道就是一贯？因为道呢，就是因嘛，因呢就是因理贯通了万事万物嘛，因。啊，是道呢，是咱天地万物的总根源、总主宰、总维生。所以道呢，在这个天宇宙天地来讲呢，伊拢是一个根源，伊嘛是咱生命当中天地万物万事的总根源。哦，所以呢，如果咱若无去学习了解一贯的三字的由来话呢，咱无法度去真正体会到伊个宝贵甲殊胜的所在。所以你啊看，过去呢，伫《论语》哦，伊个话，刚刚讲哎，一贯的三字呢，拄啊从经典咧看，拄啊讲伫《论语》，《论语》有看到个哦，孔子要甲这个道传互。经注嘛，哦，伫即个《论语》的第四篇《礼仁篇》内底哦，伊就有讲啦，讲孔夫子呢要传道传互经注嘛，伊就讲：诸我参考我的一义观之，
讲做要甲道呢，宽和真真真参啦吼。所以讲参和无得一意关系，真主观为著出文言问外何为啊？真主观不著之德中属于义啊。当然，孔子要甲道宽和间，宽和真主的话呢？都是无形无相的嘛，伊袂当讲的嘛，哦，所以呢，因为着要来答复着因这个同学的话，伊来讲无主之德，用属于伊，哦，所以德呢是无言语、无形相的，袂当讲的物件，但是袂当讲当。因问人咧问诶话，阁袂使乱讲嘛，所以伊较甲讲迄个无助之德，用存利益嘛。所以过年咧，就有一首诗，一首诗咧，伊甲讲，讲一者名为不离门，有一句诗句呢，伊较讲呢，一者名为不离门，一门入去便安心。当年君主一声雷，误了良母多消息。哦，你讲，因呢，当然咱因就是刀嘛，哦，刀呢就是绝对的嘛，无第二条的嘛，哦，所以不离就是绝对的。只有那一条路是正确的而已，但那条路是正常绝对的，无第二条路嘛。你门入去便安心，你若会当得到道，知影你的自信的所在，那你就有法度，你就有法度。其实人互我感觉，一面得门入去便安心啊。你的心就会安啦，哦，因为你知影，那无的话，有啥物空中法甲咱讲，朝闻道，夕死可以。你得着道的，得着了道，你啥物时阵要走拢无要紧啦。过去的人就是安尼嘛，所以你啊看，为啥物迄个难为吼，为啥物难为就难性命？你二十九岁。二十九岁得到孔子的道，三十二岁就不通啊！哦，会使讲伊伫短短时间就形成一个性命，但是咱伫一生当中，毋知安怎修行的。哦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会比较了解啊。所以伊才讲，当年君子一声雷，误了良母多消。当当然，君主一生为人，伊有问讲啊，
我有做个讲五德一力关系，伊个讲话就是讲清楚讲，啥物是一力关系嘛？伊就是爱讲问讲，我为啥物是一力关系？啊，伊个考古做较多个，较从生活个解说互听，偏偏一句话哦，过年里互我有查查迄个字，过年空间。桂林宫十五啦，同款哦，同款迄个土木处要传何款哦？主公，伊讲树呀，宁以物为德学而食之者。伊讲，你感觉我是一个德学破门的人吗？哦，我是一个足有才华，足有。问他个人吗？哦，那么迄、那个主公就讲，对啊，难道唔是安尼吗？哦，讲孔夫子本来就是德学，伊个才华伊个拢足好个啊。主公嘛，啊，伊讲对啊，是安尼无唔对啊。但是呢，孔夫子佫甲讲，非呀，我于一以贯之的对啊。伊讲一以贯之的对啦，讲我是一一来贯穿着我所有的物件，但是主公呢，伊就无甲问讲，无甲孔子问讲，啥物是一以贯之，所以伊较感慨讲，伊较感慨有一句话嘛，咱时常来讲讲，无主之文章可得于文字。无主之言是一天都不可闻于天际嘛。他才很感叹的说嘛。所以咱今仔日得到这个一贯的德，咱若无去用心去甲了解的话，咱会去体会的讲，咱即马有德人呢，是原因啊，缘分呢，原因啊，殊胜原因啊，宝贵。咱会以为讲啊，我咧求着都安尼尔，我也无比差好去啊，啊也无比别人较有才华，其实迄拢是外在的嘛，哦。所以呢，过去呢，南无祖师嘛曾经讲过一句诗，讲一字大来，一字大啦。哦，但我祖师呢，伊嘛讲一句诗话，讲一字大来一字大，四大部洲挂不下，有人得受一字传，灵山会上东山花。哦，所以咱才讲一就是大，一就是多，多就是一。所以为什么讲一贯的这三个，咱的认真爱去甲了解讲哦。伊的缘由是对对个啦，哦，伊的缘由是对对个。其实你若讲以咱现在来讲啦，伊呢是一个数学状元头，哦，不管你外后壁有偌济零啦，
头前若无你个因呢，就拢无算啊。哦，你个因伊个重要性就是啥？总因缘，总主宰。我若无迄个因呢，其他拢无去啊。哦，所以迄个因呢，就是道，道就是因。啊，如果若伊实际来讲，用于咱人个身躯呢，就是讲咱人。这个因呢，就是以咱人的身躯呢，叫做良心显形。哦，这个良心显形呢，就是咱三字经咧讲讲人之初性本善，迄、那个性是良心本性就对了。所以咱时常来讲，天理对良心嘛。哦，所以咱良心就是天理，天理就是道嘛。哦，所以呢，如中庸甲咱讲来讲，天命之谓性。那么这个良心本性呢，就是咱人生命会当生活意义，会当开眼到咱个真正个价值的一个源头嘛。伊嘛是咱人生命要突破到有限转化过无限的一个活水嘛。伊嘛是要予咱一个平凡的众生会当修行菩萨，要予咱一个凡夫呢会当变作佛的一个机缘嘛。啊，所以咱无要去来了解咱今日去得到的是啥物的话，那呢，咱真正是做无菜啊。哦，所以你啊看过去伫各个经伊嘛靠。伫在咧经三十九章呢，得一章呢，伊嘛有讲啦，讲习之者得一者，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灵，神得一以灵，武得一以严，万物得一以生，国王得一以为天下生。所以这因对咱人生来讲呢，是足关键。甚至对这个宇宙万物、万事万物的拢是作用，无伊袂使啊。所以这个道呢，伊的源头是伫啊，咱时常伫，你看讲，你有天地呢，先有出道嘛。你有天地呢，道一定富于其中嘛。所以啊，袂。有天地以前呢，就有道啊嘛。啊，有了天地话呢，道就富于这个天地当中，而且咧运转，无形无相，咱看袂到，感觉袂到，但是伊有存在无？伊是存在的嘛。所以呢，伫这个《道元经》甲讲，讲道之本源出于天，伊实体呢，其地不可离。是讲道的本源虽然出自于天地根源，不出自于道，但是伊的体呢，属于咱的心。啊，咱的心就是咱每一个人拢是良心本性。啊，你有良心本性，就是有道啊嘛，有道啊。所以咱求着道以后呢，就是爱去来了解讲。咱今仔日要信的宗教，毋是也要对拜。你要很深入去了解。难讲讲，咱要信一个宗教，爱正信，不要迷信。啊，你若要正信的话，你无有深入去了解讲，哦，我今仔日买来这个团体，伊内底的真正的意义、真正的目标是要教人去创啥？所以，伫即个教人咧创啥时阵，就是咱一贯道的宗旨嘛。所以，咱过去呢，上互我过去，较早，互我毋知是较无参与道，较毋知影时阵，互我是，咱知影讲，较早互我嘛毋捌讲，咱道的宗旨是啥？哦，较早可能较无咧讲啦吼。当然，咱道的宗旨都嘛，知影讲道之宗旨嘛。迄是即摆较知影讲哦，原来呢，道因了一个宗旨，有一个
伊内底嘛。哦，所以咱即摆有啥物读经诶时阵呢，拢爱去背经，背道次宗旨。啊，其实道次宗旨呢，我爱讲，道次宗旨你若背熟诶话呢，你著真正了解讲一贯的伊诶宗旨是咧创啥。哦，他的一贯的伊诶修持诶精神，嘛拢伫道理宗旨内底。一贯的伊诶核心价值。嘛是拢伫道的宗旨内底，所以有当时啊，我嘛咧想，其实修道的人呢，伊若有真正要了解一贯的是咧众生的话，其实道的宗旨伊来看三摆，啊有很深入去了解，伊就知影讲哦，一贯的到底是伊的目标是毋对啦。哎呀，方向是对啦，咱嘛较知影啦，哦，所以道之宗旨一，我发一遍，咱来去了解讲哦，敬天地以神明，爱国忠士温品崇礼，孝父母重师尊，信朋友和乡邻，改恶向善，讲明五伦八德，阐发五教圣人之奥旨。各尊视为纲常之徒弟，洗心涤虑，戒假修身，恢复本性之自然，启发良知良能之至善，己利利人，己达达人，广世界为精品，化人心为良善，济世界为大同。那其实呢，咱一贯的佛祖呢，其实也真正讲。你修行过程当中，道之宗旨你安尼，甲读几遍啊？啊，你去甲了解讲哦，伊内底对内容是啥？你着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，然后去依循啊。那无的话，甲你讲到讲哦，天花乱坠，毁灭正地，迄拢是无可能的。哦，所以一贯的伊个宗旨。就是以道之宗旨来的，而道之宗旨来的，当然大家看过一看，你若有去甲深深了解的，咱就去了解伊精神理论嘛。所以一贯的核心价值，伊就是讲，觉醒第一义啦，生命原动力啦，每日晨朝起，珍惜善因缘。尊重生命行，良心能做主，向善永提升，其全球共生，微笑替一公，生命活化力，一笑泯恩仇，善解且包容，喜乐多鼓舞，利他最为先，良性妙循环，其全球共好。诚实第一，诚实第一宝，生命价值力，品格价无限，自觉且自立，从道德价值，数位有精进，生命能永好及全球共荣。哦，所以呢，一贯的也核心价值就是这样。哦，当然好啊。但是伊个前言是讲遮吼，啊当然有互我有哪有着几点，当然伊个道之宗旨内底呢有足长嘛，啊互我着无一句一句甲解说，互我是拿几点呢来做一个报告啦吼。第一就是讲，伊个宗旨呢，就是要让咱，当然伊一贯的宗旨就是伫咧传道嘛。啊，传的过程当中，就是要让道亲的，会当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修行行道，伊有一个自家的要求，伊会当让伊达到救度众生也好，啊恢复本性之自然也好。所以呢，伊第一点呢，我讲，伊第一点就是礼敬以感恩的精神。
已经已感恩的精神。咱知影讲，一贯的宗旨呢，蕴含着礼敬加感恩的精神。咱知影讲，咱道场的参与，看的宗教团体无同款啊。哦，咱伊的无同款的所在，就是伫道场的。哦，咱的兄弟姊妹有一种温馨的感觉，哦，加感恩的气息。哦，所以咱前方咱过去呢，哦，咱过去华社咧怀念哦，诶，咱过去呢，若要来敬拜也好，还是新德新要来求得也好，哦，咱伫门口拢会安排人才，哦啊，捧茶也好啦，啊，一个毛巾也好，反正德新来呢，拢会花钱先头，钱用毛巾，钱用茶，一款温馨的感觉。咱即卖道场呢，甲它渐渐的没落了，哦，拢无去提倡，所以有为人去会去感受着讲，哎，轻轻的一声浅浅好呢，伊感觉足感动，又足感恩的，哦，所以道场为虾米要强？一般的寺庙无同款，它的意义在于让人家感受到那种的。很亲切、很温馨的问候你，哦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会去感受着讲，哦，为人热心来，你甲叫一声先生好，请用毛巾，请用茶，一款感恩的亲切，伊会足感动的，哦，伊会足感动的，所以呢，咱拢抱着感恩的心情来做人。哦，所以话呢，话较早呢，有人就讲，哦，伊在道场呢，感受着讲遐尔亲切，伊受着伊的感动之下呢，伊嘛去叫因厝的人呢来听到啦。我一贯的，就是一贯遐尔那好的亲情利益啦，哦，因为咱拢抱着。人家讲讲，你着先着先较大留钱，当然毋是讲较大留钱，是讲每一个着先无论伊贵贱，无论伊贫富，只要伊行入了这大门，咱拢会一声很温馨的慰问，哦，钱先好，钱先早，哦，请用毛巾，请用纸，一款的亲切的行为，互伊受着了感动。所以你咱无论所有的大小的关注呢，咱嘛拢会抱着感恩的心情啊。哦，所以呢，不管是啥物活动嘛吼，啊是开班嘛吼，咱为啥物拢爱有一个感谢词嘛？哦，就是遮，因为今仔日咱求着个，然后有抱着感恩、感恩的心情啊，咱。以这个礼仪上呢，咱就同刚刚较无同款嘛吼，所以呢，咱一贯着伊个礼节，无论是伫大班也好，小班也好，还是做什么活动，咱拢是抱着感恩的心情来进行。所以呢。咱像咱过年伫咧开班咧，咱嘛拢会，若有前线咧渡孤的时阵咧，咱嘛拢会有很亲切，讲递上毛巾，或者亲一个啊，迄个亲一个物件，哦，所以，一款感恩的心情之下，甘礼敬的心情咧，阮会受人感动，吼，会受人感动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就是良知良能之再现。
良知良能是在这里讲。那今天你受到有史一切东汉的，就是像一把片的划破千年的黑暗嘛。哦，咱的心中呢，会感觉讲，哦，我今天受到多以后呢，我会当，我感觉讲，我的良心以身说出来。今天受到多呢，最主要的呢，就是要让咱知影，哦，原来我的良心是对。啊，而且的话呢，咱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咱就会当以良心来做事。那无的话呢，一般日常上人来看讲，哦，即卖社会上有良心的呢，拄啊拢剩两个尔，一个已经死去啊，一个还未出世。哦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也日常上咧讲的话呢。看人咧烧钱也好啦，看人咧病解，讲我无良心就看卖啊。其实讲良心当遮毋是良心嘛吼。那个丢到咧，互我感觉绝对伊毋知影良心是哪个。我所以咱今仔日会当来丢到到，互咱知影良心本性个所在。咱要为人处事也好，咱就会当以良心来做主。咱袂去违背三者，违背良心的代志，咱袂去做。哦，啊是迄落趁无应该趁的代志，钱呢咱嘛袂去趁。哦，所以你即摆讲，咱小常时常咧讲，哦，即摆黑心食品有够济啦，啊是黑心的物件有够济，因就是拢无发觉到伊是以家己的良心咧做代志，伊是以赚钱为目的嘛，哦，啊，所以即摆社会会遐尔啊乱，啊，咱人的健康会遐尔啊歹，就是拢或者无良心的，唔知影良心是对的人，啊是无道德的人，伊无变造成咱本身会困扰。哦，所以咱今仔日求着到，会当互咱去了解讲，哦，原来我的良心本性是对。哦，所以咱讲讲，天理对良心嘛。哦，你良心若无天的话呢，你就无天理啊。你无天理的话，咱人咱讲讲，有理就偏偏下嘛，啊无理呢就寸步难行嘛。哦，当一天你差点地方的时阵。你著知影讲，啊，真正无名的寸步难行，哦，所以呢，良知良明的在先呢，就是咱你知影的嘛，哦，所以呢，过去呢，过去咱迄个民主嘛讲，迄个。咱有一个良心本性嘛，是不发于利，不发于名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咱家己呢，是咱去了解啦吼。那么第四呢，就是推己及人的胸怀。其实呢，当然咱一贯的伊个宗旨呢，不是要予咱明了本来的本性，就亲像大家讲哦，大家知道呢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济世贤嘛。哦，不但是爱家己明白了咱家己的本性，咱搁爱亲民，全国来得这么好的物件呢，推己及人，太小予咱的亲情。哦，介绍予咱自己的朋友知，所以呢，会当知影讲哦，因有哪会有机会来用到，会当考虑到这个事情用到如何之后。哦，所以呢，咱有推己及人的想法，就讲不是干咱好尔，咱嘛爱搁啊
这些好的物件咧，送给别人嘛。哦，所以呢，咱不只是知影得好，得真理真天理真，咱准备把这些物件咧，送给咱的兄弟姊妹，要来救助咱的兄弟姊妹咧，伊会当有苦得多。我哋苦海当中咧，有一个方向，有一个目标咧，会当来遵循嘛。哦，啊，这呢拢是天恩殊德的加持，所以咱呢较有这个机会来做这个工作嘛。所以咱要有感恩感激的心。当然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咱嘛拢爱用以包容心来做工作，加感恩的心哦，来成全别人，来度人救人，成全人嘛。哦，所以呢，咱拢都将是着天主赐的。伫修办的下过程当中呢，咱就是要一日日人，一日日人。哦，咱若无即款的胸怀话，咱免啊济世界为大道。所以呢，咱爱刚刚讲个爱心怀祖国，胸怀天下。哦，就是讲，咱爱把咱的道呢，推荐到迄个世界各国嘛，哦，会当推己及人，哦，就是讲把道这么好的物件呢，咱都会当介绍予咱的亲戚朋友，所以咱去安那去度人生活嘛，就是安尼。不只是咱好，知影讲道遐尔啊殊胜，遐尔啊宝贵，有甚物人，咱会当爱来听道。当然，咱都是替上天咧做工作，啊，上天就是因为有这个三者普渡因缘，咱才有迄个因缘来去做上天的工作。无咱一个，人咧讲，凡夫俗子，凡夫俗子，咱要咱去承担遮尔啊重大的工作。哦，若毋是有三者普渡因缘，咱嘛无法度去做这个工作。你要去做，你嘛无无所在通做，你嘛毋知影要怎做啊？哦，啊，既然上天有这个因缘，有这个机会，你三者普渡，咱会当幸运于这个时代当中的身为天道的一份子，咱嘛爱有一款心来替上天做一寡工作。所以呢，咱爱有推己及人的胸怀嘛吼。那么第五呢，就是爱刚产妇女的重现，因为这是互阮的拄仔好，刚产妇女之重现的讲，因为咱将现在社会有啥物变成安怎，就是咱的人伦道德已经很不 OK 了嘛。哦，你若看社会上的一挂乱象，哦，父子不子，足济违背人伦古伦的关系。作者啊，哦，啊，为什么社会上会这么啊无道德了，对啦？最基本的就是，咱无去发觉讲，哦，咱过去圣人，你甲咱教的一挂基本道理，就是，咱袂使离开的纲常伦理嘛，哦，虽然都是奥妙。无穷难以追究的真理，但是你若要落实在咱的生活当中的话呢，离不开着咱的过去的五伦八德嘛，四维八德，五常嘛，哦，离不开这嘛，叫利理之心，哦，啊，这物件的话呢？
咱以这个社会上来讲，有暂时啊呢，敢那甲当然有一种甲甲咱做到咧职场啊吼，当然有有诶人伊嘛做有伦理诶啊，但是只是少部分哦，大部分你也像即卖学校，那有咧教伊个生活起居啦，啊是迄、那个。人伦关系的对啦，哦，所以呢，有当时啊，小朋友啊，伊自细汉，伊若无有受到道场文化的熏陶的话，其实你也看足侪人就对啦，为你你伫社会上也是会人，会互你感觉讲，我爱即个人的品格也是品质，看起来比较无好，哦。啊，为甚物安尼？因为伊无受到即个人伦关系的培养嘛。哦，像我去阮若较细汉的时阵呢，哦，若阮亲戚来阮家的时阵呢，阮爸爸妈妈呢，拢就会开始讲哦，这个叫啥物啊，这个叫啥物。有当时啊，无叫都袂使呢。哦，啊，即马有当时啊。咱会去感觉讲，哎，啊，这个囡仔，咱大人若有甲教的话呢，其实伊嘛毋知影变哪着，啊，毋知影变哪着，一代、两代、三代时阵呢，伊就袂爱着，哦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会去感觉讲，哎，其实当场伦理呢，拢是对细汉就爱培养落去的，哦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若无去培养的话呢，后面呢，伊就毋知影要怎去做就对了。所以当场母语是重现的咯。道场为虾米爱强调这个伦理关系？哦，爱从家庭做起。你人家讲讲迄个人伦不完。人伦呐，不完整对啦，哦，你不要去修天伦对啦，一股话题不一起，哦，所以呢，人伦呐，无完完的对啦，天哦，人伦对啦。对，人德若无完完呢，人德若完完，天德自然成嘛。所以，伫咱一贯道的修持，修持方面，嘛是注重伫这个家庭的伦理啦。你家庭的伦理若无做无好呢，你讲天德变哪是？哦，就亲像讲，哦，你家庭的一个爸仔母，你若无照顾好的话，你人讲哦，你遇到哦，你受人话安怎话安怎，人要接受你。哦，我嘛感觉讲，这嘛是有影，就亲像较早，我毋知是真诶假，有听着迄个别人咧讲诶，讲较早，这咱毋是咧回放嘛，讲较早做一个人诶，因拢会出去做义工嘛。去把迄老人洗身躯啊，还是帮忙迄老人啊。但是有个人伊讲，我即个人个遗嘱对伊个是大人，都无遐尔啊友好个，啊去做别人个工作，做咱做欢喜个款。你若想安尼讲，哪有圆满？安尼嘛无圆满，袂输咧做伊个表现。所以呢，咱伫一贯的当中呢，就是咧强调讲，哦，人伦呐，弯弯咧，天德自然成。对家庭做起，对家庭的伦理做起啦，吼。嗯，到这部分呢，我放着我的淡薄时间哦，啊，让我时间不然就做不完。啊，这是我拿拄啊好抓的。必要的当然内容呢还没有很深入去谈。
啊，或是下次呢，会阁改阁播较较完整。这是我伊个主题就是安尼吼，啊，当然内容呢，有但是阁爱讲做充足。以上感谢。